Hi and welcome to the channel. In this video, I will leave here the 50 minutes of keynote that happened during the July 5th, 2023 in China. I'm sure most of you are used to read all the information about Red Magic in blogs or video summaries in YouTube, so I think this is a good time for you to try something new. Aren't you curious on how Red Magic delivers a keynote in China? For those of you who can understand Chinese, it will be easier to follow. But since the presentation is full of visuals, I think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for so I encourage everyone to see it. A lot of products have been announced today, and therefore I will probably create separate videos about them on upcoming videos. But so far, here you have the full keynote that was presented by James, the principal product manager for Red Magic. I want you to remember that this presentation is for the Chinese market, so some products or features you will see on this presentation might never arrive to global regions. I hope you enjoy it and remember to like the video and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if you like content about Red Magic or gaming phones. 大家好, 刚刚度过了五周年庆，又迎来了年终大考六幺八。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红魔六幺八的成绩。大家对于红魔八 Pro 的强大产品力应该早有耳闻了，无论是性能、续航还是颜值，都广受用户和媒体的认可。过去的半年里，红魔八 Pro 系列一度供不应求。 六幺八的销量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九十八，这也进一步的夯实了红魔电竞手机销量第一的位置。在四千到五千元旗舰机价位段，红魔在六幺八期间还取得了销量第七的好成绩。这对红魔来说，甚至对整个电竞手机品类而言，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红魔用实力。 打破了电竞手机注定消亡的传闻，并且销量持续增长，赶超了一系列高端旗舰机型。除了电竞手机，红魔一直致力于打造专业的电竞装备品牌。红魔外设仅用一年时间就成为很多专业电竞玩家的首选。刚刚过去的六幺八，红魔电竞外设增长了百分之二百六。 红魔散热器荣获了京东散热器品牌榜的冠军，电充类产品销售额也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三，可谓是硕果累累。好了，成绩汇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将正式进入红魔电竞宇宙新品发布环节。在我们五周年的发布会上，很多用户在弹幕里面问。 为什么平板还不来？当天呢，我在直播间也是花了好大的力气，才让整个场面慢慢的冷静下来。我答应大家的平板，今天终于来了。在设计方面，红蒙平板采用了全金属的一体机身设计，精细的黑色氧化工艺，给人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摄像头的镜片区域以 PCB 的电路为灵感。 非常的硬核，而且有科技感，厚度呢薄至六点五毫米，而且呢它彻底的淘汰了大家都深恶痛绝的前壳塑料支架，在质感的这一块呢也是拿捏的非常到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平板的顶级颜值。 性能呢是电竞的基石，红魔电竞平板采用了第一代骁龙八加移动平台的高频版，采用旗舰级的四纳米制成工艺，CPU 和 GPU 的性能相比上一代呢都有百分之十以上的提升，而且功耗还降低了百分之三十。那旗舰的平台与满血版的 LPDDR 五 x 还有 UFS 三点一的组合，使得红魔电竞平板拥有。 狂暴的性能和稳定的输出能力。红魔电竞平板同时还支持五 G 的智慧通讯，让你能够随时随地的畅想游戏。那严格的来说呢，只有搭载了五 G 的骁龙八加才能算作是真正的满血，而红魔平板是唯一支持真正满血的骁龙八加电竞平板。 那鸿蒙电竞平板实际的性能表现怎么样呢？我们来跑个分看一看。安兔兔跑分高达一百三十七万分，比目前市面上所有的骁龙八加芯片手机还要高，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了。鸿蒙电竞平板在散热上也采用了 S 散热系统，多重散热，在加入散热系统的前后呢，整机的温度可以直降五度。在实际的六十分钟的《原神》测试当中。 帧率可以达到五十九点八帧，稳如一条直线。在与友商 Pad 的,的对比当中呢，红魔 Pad 也毫无疑问算是稳帧战神。红魔电竞平板拥有一万毫安时的大电池，算是平板里最大的电池容量。同时呢，红魔电竞平板还配备了八十瓦的闪充，拥有平板里面最快的充电速度。 二十四分钟就能充到百分之五十，让你充得快，用得久。屏幕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红蒙电竞平板与国屏之光 BOE 携手定制了一块高能大屏，为用户带来绝佳的游戏体验。十二点一英寸的二点五 K 超清大屏，十六比十的黄金比例，这意味着拥有更大的可视区域。 更丰富的游戏细节和更鲜艳的色彩，六百尼特的峰值亮度，哪怕是在户外的强光环境之下呢，也能够清晰的看清屏幕的内容。红魔电竞平板支持最高一百四十四赫的操控体验，同时红魔还适配了 QQ 飞车、王牌战士等多款原生一百四十四帧的游戏，硬件软件双管齐下，给玩家带来更加极致的。 高帧电竞体验，在屏幕的触控采样率方面，鸿蒙平板支持多指的二百四十赫兹的采样率，可以让您在游戏内操控又快又准，抢占先机。除了硬件上过硬，鸿蒙的游戏软件功能也是深受用户喜欢的。这些功能我们一样在鸿蒙平板上进行了适配，这也将是首个支持游戏空间的平板。 拉出刀型双开面板，多种的游戏插件，多种的性能模式，以及全局的便捷操作都一目了然。其中游戏插件有很多种玩法，记录任务有游戏速记、走位拉扯，还有辅助线等等。同时呢，鸿蒙电竞平板还支持差引力平台，平板的大屏体验与差引力平台的结合。 玩起来更加的沉浸。外设操控系统能对键鼠、手柄进行自动的识别，同时呢，我们还有预埋的映射方案等等。用键鼠或者手柄，再加上虹膜电竞平板的大屏玩手游，能够带给你大不一样的游戏体验。除此之外呢，你还能在虹膜平板上体验到。 主机级的三 A 大作游戏，它支持云游戏、主机串流等跨端、跨平台的游戏功能。如果你觉得平板的屏幕还不够大，没关系，我们还有更强大的功能——主机模式。无需其他的设备和软件的辅助，通过 Type-C 的接口，一根数据线直连显示器，点击游戏空间 App 进入到。 主机模式，手游秒变端游，点击游戏空间 App 进入到主机模式，手游秒变端游，通过手柄或键鼠操作就能在显示器上玩手游。除此之外，二次元人气偶像红魔机的功能，我们也识别到了平板当中，魔机换装、魔机黑化等功能也都可以陆续在平板上体验到了。除了玩游戏，红魔平板还提供了。 强大的多任务处理能力，在处理日常学习和工作内容的时候也能够游刃有余。一屏三开，多种分屏比例，左边 PPT，右边挂机刷任务，还可以小窗微信聊天，满足多种场景需求。同时还可以跨设备复制、剪切、粘贴文本内容，在手机上复制，在 Pad 上粘贴，无缝的衔接。 手机上的文件通过分享，即可将文件在平板电脑上打开编辑。对于喜欢追剧的用户，回家路上在手机上看到一半的电视剧，回到家打开 Pad，就能够接力继续播放，让您的观影体验更加的流畅。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办公学习时需要的配件。 红魔智能磁吸键,键盘支持全域的按压触控，拥有七十八键的布局，支持一百六十度的支撑角度，同时还能够给你的平板提供保护作用。还有魔力智能触控笔，支持磁吸闪充，长达五十多个小时的书写续航，让你效率加倍。大家可以按需选购。以上。 就是红魔电竞平板在视效、性能、交互等方面全面拉满，无论是竞技游戏还是办公娱乐，都是你的得力助手。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平板的视频。 过去一年，红魔 4K Mini LED 和 2K 的显示器，这些产品上市之后，都受到了很多专业电竞用户的喜欢。作为专业的电竞装备品牌，红魔一直致力于不断的探索并提供创新的端游外设产品。今天呢，我们带来了红魔高端 OLED 系列。先来看一下第一款重磅产品 ——49 英寸的魔镜 QD OLED 电竞显示器。 它的面板采用了三星量子点 OLED 面板，在分辨率、对比度、可视角度等方面，都代表了 OLED 的最高水平。True Black 四百，真正意义上的绝对黑，百分之九十九的 DCI 杠 P 三广色域可以原汁原味的呈现三 A 大作。五幺二零乘幺四四零的分辨率，是迄今为止最宽的曲面 OLED。 屏幕的比例三十二比九，曲率一千八百二，在四十九英寸里也是曲率的极限了。做这么宽的屏幕，无论是品控、运输都是巨额的成本。但为了让喜欢大屏的朋友们能够享受到四十九寸的宽屏巨幕，鸿蒙愿意也很高兴能有机会给大家带来如此优秀的产品。它还支持二百四十赫兹的高刷新率。 零点零三毫秒的超低延迟，确保了画面切换的极速响应，让你享受顺滑的游戏体验。以上呢就是红魔首款四十九英寸 QD-OLED 电竞显示器，满配的视效、满配的接口、满配的音效，给你带来全面顶格的沉浸式大屏电竞体验。除了四十九寸的 QD-OLED 曲面屏电竞显示器，我们还会推出。 三十四英寸的 OLED 产品也敬请大家期待。同时呢，红魔与腾讯游戏《命运方舟》正式的达成了电竞显示器的合作，让我们一起前往亚克拉西亚，在传说中成为传说。这次呢，我们还带来一款全新的键盘——红魔魔灵电竞机械键盘。那低延迟的键盘响应对于电竞用户来说至关重要。这款键盘在。 多模的状态下，延迟低至一毫秒。无论是快速的技能释放、连招操作，还是精准的移动，都能够成为你的得力助手。它的超低延迟表现得益于虹膜自研的主控芯片、频段优化，还有动态处理的发码速率等这些技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独家定制了黑金轴，加入了抗氧化的触点，触发更加的稳定。 寿命也更加的持久。黑金红轴仅四十克的触发压力，轻快出发；黑金茶轴作为段落轴，给你舒适不累的敲击体验。红魔魔铃机械键盘不仅在延迟方面表现出色，还内置了电竞模式。那通过快捷键 Fn 加 X 即可开启，开启之后键盘将自动的屏蔽红功能，关闭背光。 等一系列的操作，为竞技的场景提供无干扰的环境。那关闭之后，还可以自定义 RGB 灯效，打造专属自己的电竞氛围。它还支持丰富的玩法，支持单独轴体的热插拔，兼容市面上大多数的轴体。用户可以自定义专属键盘。红魔魔灵机械键盘还提供了多种连接模式，包括有线连接。 二点四 G 赫兹无线连接，还有蓝牙连接，用户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和场景，随心的选择适合自己的连接方式。红魔魔灵电竞机械键盘，一毫秒的低延迟竞速王者，同时呢又有丰富的玩法，不论是追求竞技表现，还是享受个性化的定制，它都能够满足你对键盘的所有期待。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键盘的视频。除了端游的电竞外设，我们的电充散热产品。 也都在行业内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其中，红魔的刀锋高端耳机发布以来，经常有用户问我们什么时候才正式开售。那红魔对产品的打磨从来都是精益求精，虽迟但一定会到。我来跟大家一起再回顾一下红魔全场景电竞耳机刀 TWS。在设计方面，它采用了全透明的设计语言，配合。 太空银翼不锈钢的中框，耳机仓上方的穿孔式设计可以 DIY 搭配你自己喜欢的配饰，让你变身一个潮流达人。它搭载了高通最新的旗舰芯片 S5，支持蓝牙5.3和高通骁龙音效，在耳机的码率、失延和连接的稳定性方面实现了更极致的体验。那全链路的延迟也低至到三十九毫秒。 它还是第二代高通 S 三音频适配器平台的首发，支持 LE Audio 2.4G，全链路的延迟低至二十八毫秒。你只需要将 d o n g 插入到耳机的座舱，就可以直连多种端游设备，那即插即用，不需要任何的蓝牙配对。同时，我们也将红魔装备库升级成了投玩，通过投玩 App。 可以一键设置耳机的音效模式，譬如魔霸 FPS 的模式，提供对应的沉浸式音效和灯效的模式。那以上就是红魔刀 TWS 耳机极致的性能与极致的美学，无论是手游、端游还是时尚出街，都是你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呢，通过投玩 Apple，大家还可以享受到刀 TWS 的。 定制服务，你可以选择合适的字体，在耳机盒的金属区域进行刻字，并且还可以进行三百六十度的效果预览。刀 TWS 标准版售价一千四百九十九元，七月五号下午十六点三十分开启预售，七月十三号上午十点正式开售。大家可以前往天猫红魔官网。 得物等渠道进行预约购买，定制版可以在投玩 APP 进行定制下单，定制版的售价一千五百九十九元，每月限量一百台。本次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一百二十瓦的氮化镓，局部的透明设计，仅银行卡大小，采用三 C e A 的四口设计，支持 C 口一百瓦的盲插，兼容。 主流的快充协议，为了考虑到红魔用户，也特别推出了一百六十五瓦的版本，支持红魔手机一百六十五瓦的满血快充。一百六十五瓦版本的售价是三百四十九元，一百二十瓦的版本售价两百九十九元。红魔散热器的产品呢，也深受好评。暑假期间，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优惠。 价格堪称冰点，希望大家在炎热的夏季能有更好的游戏体验。终于到了今天的压轴产品——红魔八 S Pro 系列。这款产品无论是电竞游戏还是日常体验，都实现了高能进化。在外观设计上，红魔八 Pro 系列一上市就给行业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极简方正的造型。 和震撼的全面屏设计，甚至被用户调侃说是某粉心中的 Mix。短时间内也迅速的成为了众多男孩子心中的梦中情机。这次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红魔 8S Pro，在极简方正造型的基础之上，对后盖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后盖整体覆盖着精细的星轨纹理，微微的转动时。 光线闪烁，流光溢彩，十分的抢眼。要实现如此炫目精致的新轨纹理，并非易事。红魔八 S Pro 采用了行业首创的威士克浮雕技术，在新的冰封银翼配色上，还引入了行业最大面积的金属银设计。大家都知道，在五 G 时代，因为天线技术的限制，手机都做不到。 全金属的后盖，但是金属的触感和视觉又是很多用户所追求和向往的。为了在玻璃上实现金属触感，需要挑战现有的工艺难度。最终，我们克服了所有的技术和成本的阻力，在红魔 8S Pro 上为大家带来了玻璃和金属效果的完美结合。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款配色，相信大家见到真机之后也会觉得非常惊艳。此外，红魔八 S Pro 系列首次全系标配了可视的 RGB 风扇灯带，我们称之为“能量星环”。熄灭时，背部浑然一体；点亮时，如能量迸发，优雅与个性兼容。 刀锋透明配色也带来了全新的金属风道设计，采用蚀刻工艺，在金属板上精雕细琢，展现出凹凸有致的精雕效果，并且完美的刻画了骁龙标识，充满了细节之美。整个透明后盖视觉感受也更加的整体。高透的玻璃之下的碳纤维纹理。 内置的高速离心风扇，全新的金属风道设计，骁龙标识、刀锋 icon，甚至小到一颗螺丝都清晰可见，既具备通透感，又彰显了硬核的氛围。无 RGB 不电竞，横屏卧持的背板上方，对称式的尖键灯效设计，与 Red Magic 灯效相呼应。 不论是音乐播放还是游戏战斗，都可以做到灯随音动。下面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红魔八 S Pro 系列的巅峰颜值。 好看不止一面，红蒙八 S Pro 系列正面颜值也是顶流级的存在。第四代 UDC 的全面超净屏，六点八英寸，无挖孔不遮挡，百分之九十三点七的超高屏占比，正面观感非常的震撼。不挖孔绝对是电竞屏的最优解，非全面屏手机的用户应该深有体会，打 MOBA 游戏时。 屏幕左侧的刘海常常挡住视野，影响了游戏的体验。而全面屏则能很好的避免这种令人糟心的情况。鸿蒙八 S Pro 90度的直角屏能带给你360度的开阔视野，它能最大程度的展示游戏内容。例如，当敌方的英雄出现在屏幕的倒角位置时，直角屏能及时的显示敌方的位置。 让你提前做出预判，避免了其他品牌大倒角裁切所导致的视野受限情况。红魔八 S Pro 系列的屏幕，从屏下隐藏技术到屏占比以及屏显素质，都是天花板的存在。就如我刚刚所说的，这就是电竞屏的最优解。 红魔旗舰产品在性能、续航上长期霸榜，我相信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每当行业出现高负载的新游时，红魔总是被行业媒体寄予厚望，一言不合就让红魔先跑一趟。这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大家对红魔性能的信任。的确，在性能体验上，大家可以永远相信红魔。 红魔八 S Pro 全球首发搭载了高通骁龙八 Gen 二领先版，我们私下把这个版本调侃的称之为 LV 版本，从名字就能听出来这款芯片成本非常之高。LV 版的芯片要有 LV 级的品质，它采用了台积电的四纳米制程工艺，出厂时的标准也是非常的严苛，几乎是百里挑一的选择。 主频从三点二吉赫兹提升到了三点三六吉赫兹，GPU 的运行速度从六百八十兆赫兹提升到了七百一十九兆赫兹，性能强、功耗低、成本高，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强的电竞平台。第二代骁龙八领先版采用了一加四加三的架构，在。 多核性能方面表现非常的出色，在 Geekbench 的测试当中获得了五千五百三十五分的高分，远超 A16 芯片。多核性能超越了 iPhone，可以说是性能表现非常的惊人。对移动游戏而言，一直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移动游戏中的光、光影的效果决定了更逼真的手游体验。 作为业内首批提供开放移动光追解决方案的厂商，虹膜一直和高通联合研发基于硬件加速的实时光追技术。我们将携手高通一起开启移动光追的新时代。在移动光追的技术加持之下，游戏过程中的光影效果更加的真实逼真，给玩家更加沉浸的游戏体验。 在安兔兔跑分当中，跑出了一百七十一万分的高分，再创历史新高。这无疑是最顶尖的性能天花板。为了满足用户对更高性能和更大存储空间的需求，这次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二十四 GB 的超大运存版本。在散热层面，本次还新增了全新的石墨烯散热片。 这对电池的充电散热进行了有效的优化，充电温升相比上一代的产品再降两度。还有全贯穿的风道，相比前代增加了金属盖板，既能有效增加散热面积，又能遮盖风道内部的灰尘，可谓是一举两得。同时呢，冰阶双泵 VC，内置高速离心风扇，这些不同的散热材料。 也在其中各司其职，相互协同，确保了红魔八 S Pro 在高负载运行时候的稳定性。综合而言呢，就是在 S 十二点零模冷散热系统的加持之下，温度下降了整整十七度。在实际的游戏体验当中，红魔八 S Pro 的表现如何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红魔八 S Pro 连续两小时的《原神》游戏测试。 平均帧率达到了五十九点九帧，而友商十三 Pro 在测试的后半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帧率下滑。两个小时的《原神》帧率都能够稳如直线，那红魔八 S Pro 的性能极限到底在哪里？我们对它进行了魔鬼测试，堪称是铁人三项的极限性能考验。我们来看一下铁人三项的第一项。 最近非常热门的《崩坏星穹铁道》这款游戏呢，被称之为全新的烤鸡神器。很多旗舰手机都因为这款游戏的性能压力过大而败下阵来，而红魔在长达一小时的测试当中，依然能够贴着六十帧的满帧跑，完全没有出现卡顿的现象。相比于友商的体验，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 铁人三项第二项，高温测试。七月份呢，咱们全国都已经进入了高温天气。我们在三十度室温下进行了高考测试，在六十分钟的《原神》游戏测试当中，鸿蒙八 S Pro 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帧率运行，最高温度也仅仅只有四十六度。铁人三项第三项，分屏双开。 就是同时运行《原神》和《崩坏：星穹铁道》，红魔八 S Pro 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高帧率。尽管普通用户一般不会用到这个场景，但是为了探索红魔八 S Pro 的性能极限，我们的研发同事也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这么自信。我们再来聊一聊用户们非常关注的续航和充电，无论是日常使用。 还是看视频、玩游戏，我们都希望电量是满血状态，这样才有安全感。红魔 8S Pro 给大家提供了六千毫安时的巨无霸电池容量，配备八十瓦的闪充，续航可以长达两天两夜。如果大家想要更快的充电速度，在红魔 8S Pro 加上，我们也提供了一百六十五瓦的闪充加。 五千毫安时的电池选项，十四分钟充满，这也是五千毫安时容量电池里充电速度最快的产品。除了电池容量够大，红魔八 S Pro 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 Q 高能低耗引擎。通过对用户使用场景的智能识别与判断，在轻度场景节省更多的电，在重度场景。 发挥更高的性能，性能狂飙，续航长跑，红魔八 S Pro 打破了性能与续航不可兼得的技术悖论。软件、硬件双管齐下，红魔八 Pro 在小白评测、极客湾等媒体的续航评测当中稳居 Number、no. One，妥妥的续航长跑冠军。 红魔八 S Pro 的续航能力在八 Pro 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提升。根据重度的游戏玩家续航测试从100，从百分之百的电量测试到关机，能够坚持长达九个小时，超过了红魔八 Pro，并遥遥领先于友商。在普通玩家的轻度续航测试当中，红魔八 S Pro 能够坚持两天两夜。 这个续航时间，我敢断定很难找到对手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切磋 PK。性能和续航是电竞的基石，而电竞的精髓在于操控。红魔八 S Pro 系列搭载了红魔自研的游戏红芯红心 R 二，支持触感、震感、音效、灯效的自定义和智能场景的识别算法，给你。 专业级的电竞操控体验。h o m s m a Pro 采用了行业最快的五百二十赫兹的游戏触控尖键，以及九百六十赫兹的多指触控采样率，还有两颗震动十分稳健的 X 轴线性马达，响应速度低至一毫秒，震动更加的干脆，启停也更加的敏捷，给你快、稳、准的。 T 零级电竞体验，在游戏中，网络延迟是每个玩家都深恶痛绝的问题。红蒙八 S Pro 采用了目前全球速度最快的 WiFi 七，抗干扰的能力大大增强，最低的时延低至两毫秒。红蒙五 G 电竞网络带来了全新的高铁模式，针对高速移动的场景进行了网络的优化。 即使在高速行驶的高铁上，或者是日常通勤的地铁上，也能够保持稳定的网络连接，避免因为网络中断或不稳定导致的游戏卡顿或者是延迟问题。h o m e p o s Pro 还配备了先进的三麦克风系统，以及罕见但极为先进的功能，就是三点五毫米耳机孔，懂的都懂。 作为全能旗舰手机，我们不仅在游戏性能方面做到了极致，同时也注重影像能力的提升。鸿蒙八 S Pro 系列搭载了五千万三摄系统，三星的金乌主摄，无论是抓拍、夜拍、随手拍都能够清晰呈现。同时，鸿蒙八 S Pro 还搭载了一千六百万的屏下前摄。 给你原生质感的前摄体验。在音效方面，红魔八 S Pro 搭配了超线性双扬声器，配合两个独立的封闭式的音腔 box，给大家带来高保真无损音质和浑厚的低音享受。此外，它还通过了 DTS 叉 Ultra 的专业认证，以及支持骁龙音效。无论是外放， 和无线都给你带来身临其境的听觉盛宴。接下来我们聊聊系统部分。过去大家都会说红魔非常聚焦于电竞，可能在一些日常的体验上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这一次我们在 Red Magic OS 8.0系统上进行了全面升级，优化了一千多项的用户体验，同时。 日用的流畅度还提升了百分之三十，应用的启动、动画效果、文件处理等流畅度都显著的提升。我们新增了三十多项全新的功能，比如应用分身可以支持三百多个应用双开，同时登录两个微信、两个视频，甚至两个游戏账号。个性化的设置功能、系统的 UI 形状、动画效果。 指纹样式等都可以自定义，还有我们的灵犀边栏，侧边一拉即可设置多个快捷应用，一键直达，交互非常的便捷。除此之外，还有一键直达预设 App，将录音快速的转化为文字，还有灵犀视频等实用的功能，这些都已经集成到了 Red Magic OS 8.0系统当中。 让你的手机体验更加的便捷和高效。在系统失效方面，我们也进行了史诗级的更新，比如界面切换的动画效果过渡更加的自然，还有 UI 也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大家都很喜欢的超能壁纸也新增了三款小游戏，在桌面动动手指就能玩玩小游戏，也是非常的解压。 红魔八 S Pro 的游戏空间引入了专业的数据看板，可以对游戏战绩、以及点击速度和操作难度进行精细的分析，帮助你全方位的了解游戏过程，并提升游戏技能。红魔独有的游戏差引力平台可以做到用手机玩三 A 大作，用大屏畅玩手游，用手机加键鼠。 玩手游，手柄、投屏、键鼠都能玩，给您带来全场景的电竞体验。二次元的人气偶像胡魔机也迎来了重大的升级，全新升级的魔机空间、紫梦星河主题 UI、魔机换装、魔机陪玩、魔机直播等功能都支持竖屏的模式。 在模机空间里，你还可以看到模机不定期的新动态、新视频的更新。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胡魔机做了第五套全新皮肤——阳光沙滩。盛夏之时，沙滩主题的皮肤会给你带来清新和元气。胡魔机与人气手游《深空之眼英》英招还联合定制了三 D 联名皮肤。 这套制服采用深空之眼影科组研发的新材料，贴合紧身设计，勾勒出 Mora 的曼妙身姿，彰显了独特的魅力。大家可以通过模机直播和模机 AR 相机进行体验。以上的红魔机新功能，我们后续将通过 OTA 升级给大家。以上呢，就是颜值、性能。 续航体验全方位高能进化的红魔八 S Pro 系列。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个视频，回顾一下。 如此强大的红魔八 S Pro，自然也要接受顶级高手的试炼。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红魔八 S Pro 的特别用户，他就是王者荣耀职业选手成都 AG 超玩会一诺徐碧城。我很荣幸的宣布，一诺正式成为红魔电竞手机品牌大使。同时，我们也预祝一诺在接下来。 为国征战的赛事当中，勇夺金牌，一路超神。红魔电竞手机与腾讯魔方自研射击手游大作《暗区突围》深度合作。作为《暗区突围》最顶级的专业赛事，第二届先锋杯赛决赛指定用机。针对《暗区突围》，我们进行了深度的优化，在帧率和散热等方面也都表现。 优异。同时，我们与安居突围官方联合发起夺金主播招募计划，有奖金、流量、奖品等丰富的激励。活动将在抖音、快手、B 站、虎牙、斗鱼五大平台开启招募。除了给大家介绍新的游戏伙伴，红魔的老朋友大黄蜂也在红魔八 S Pro 加。 再次回归。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我最喜欢的变形金刚环节。最近，科幻冒险巨作《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全球热映，不知道大家都看了没有？场面特效非常的精彩刺激。而红魔也是为了回馈广大影迷和魔豆们的喜爱，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变形金刚联名版《大黄蜂超能勇士典藏版》。先来一起欣赏一下《大黄蜂超能勇士典藏版》的颜值。整体的设计以戈壁和公路为主场景，礼盒的黄色为主色调。 非常的抓人眼球，而礼盒上赛道条纹灵感也正是源自汽车人在公路上狂飙的场景。包装打开，礼盒内容十分的丰富，包含了红魔八 S Pro 加大黄蜂定制版手机、大黄蜂定制冰瓷散热器，还有定制版的165瓦氮化镓充电器，以及磁吸导热保护壳等丰富的配件。核心的主角大黄蜂。 超能勇士版手机，设计上采用了大黄蜂最经典的黄色与红膜标志性的透明设计相结合，黑黄对撞的设计，视觉的冲击力非常的强。机身上的丝印与博派的 logo 熠熠生辉，尤其是博派的 logo 和大黄蜂特有的跑道线位置，将凯夫拉纹理做避空的处理，形成了脸谱的 logo，在光线的折射下与黄色的。 底色相呼应，潮萌之中又不失硬核的气质。除了外观，我们还为定制版设计了一套大黄蜂主题 UI，采用了非常霸气的三 D 黄色机械设计。壁纸以大黄蜂为主题进行了深度的定制，多种不同效果的大黄蜂供大家选择。 同时还有指纹解锁动画、息屏动画、充电动画、开机动画、铃声等丰富的定制内容。在变形金刚战火纷飞的世界里，我们为大黄蜂定制版保护壳加入了 3D 立体防护、刀锋半透设计，同时还有不锈钢圆环战甲，支持磁吸散热器，为你提供坚强的后盾。我们还做了。 红魔磁吸散热器铂派版，实现了狂吸不掉和持久酷冷的完美结合。它有二十瓦的满血功率，最高可以从三十度降温到零下三度。一百六十瓦的充电器、充电线、大黄蜂徽章，还有卡针，我们也做了全方位的定制，可谓是细节拉满。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黄蜂定制版的视频。My name is Bumblebee。除此之外，我们还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能量黄配色产品：红魔电竞机械键盘超能版。 机身及金属的面板都是黄色的涂装，键帽黑黄相间，非常的酷炫。搭配 TTC 快银轴，无论是在游戏竞技当中，还是日常使用当中，这款键盘都能够成为你的亮眼利器。红魔电竞鼠标超能版，正面看宛如一个黄色的超能勇士，在三三九五传感器。 与黑曼巴微动的加持之下，让你的竞技实力大显身手。红魔影刃手柄也带来了超能版，Type C 直连手机为你带来无与伦比的掌机体验。更出乎你们意料的，我想应该是红魔电竞平板超能版，在平板上采用如此大面积的黄，对设计和工艺都是极高的考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屏幕前的你们应该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产品的价格了吧？下面我们正式的揭晓悬念。红魔电竞平板暗夜骑士版，十二加二百五十六 G，售价三千九百九十九元，首销立减一百元；十六加五幺二 G，售价四千五百九十九元。七月五号的下午十六点三十分开启预售，七月十一号上午十点正式开售。 红魔智能磁吸键,键盘售价五百九十九元，触控笔售价三百九十九元。除此之外呢，还有磁吸的双面保护壳，售价一百二十九元，钢化膜售价九十九元。红魔魔灵机械键,键盘有两个配色，暗夜骑士和刀锋银翼，这两个配色都有黑金茶轴和黑金红轴可以选择，售价四百九十九元。 首发尝鲜价四百四十九元，七月五号的下午十六点三十分开启预售，七月十一号的上午十点正式开售。再来看一下红魔八 S Pro，暗夜骑士版八加幺二八 G 售价三千九百九十九元，八加二百五十六 G 售价四千三百九十九元。红魔八 S Pro 暗夜骑士和冰封银翼版十二加二百五十六 G 售价。 四千七百九十九元，十二加五幺二 G，售价五千四百九十九元。红魔八 S Pro 刀锋透明版，十二加二百五十六 G，售价四千九百九十九元，十二加五百一十二 G，售价五千六百九十九元。红魔八 S Pro 加暗夜骑士和冰封银翼，十六加二百五十六 G，售价五千四百九十九元。 十六加五百一十二 G，售价五千七百九十九元。红魔八 S Pro 加刀锋透明版，十六加二百五十六 G，售价五千六百九十九元。十六加五百一十二 G，售价五千九百九十九元。十六加一 T，售价六千九百九十九元。二十四 G 加一 T，售价七千四百九十九元。 红魔八 S Pro 系列将在红魔官网、京东、抖音、快手的官方旗舰店开售，首销购机还可以享受十二期的免息。红魔八 S Pro 加大黄蜂超能勇士典藏版十六加五百一十二 G，售价六千四百九十九元。大黄蜂超能勇士典藏版将在八月开售，敬请期待。红魔电竞机械键盘超能版售价。 一千两百九十九元，首发尝鲜价八百九十九元；红魔电竞鼠标超能版售价五百九十九元，首发尝鲜价三百九十九元；红魔影刃手柄超能版售价四百九十九元，还有红魔电竞平板的超能版售价四千九百九十九元。以上就是今天发布会新品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媒体和魔豆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大家。